说其实我们该做的事情就是找到那些资料在哪里，然后重新再让它活过来，然后想让它更 open，能够让大家能够使用。我先提醒一下，那个我习惯性超时，就是需要准时用餐的朋友，麻烦可以移到那个靠近出口的位置。好，这件事情呢，事实上是我一直耿耿于怀，一直想要做的事情。我很希望能够把这些故事讲给大家听，然后希望更多人能够 involve 的，让我们来做这件事情。如何建立一个中文公共领域作品的开放图书馆，或者是如何去打造一个这样子的公共图书馆？2年前，我到了一场在旧金山的研讨会，那个研讨会叫做 Books in Browsers，它是由旧金山一个卖掉 Alexa 给亚马逊的富翁叫做 Brewster Kahle，他所成立的组织叫 Internet Archive，他把几乎所有东西都把它丢在他的伺服器上，各式各样的媒体。然后他举办了 Books in Browser 这样的研讨会，其中呢，在最后一场演讲，他请到了纽约公共图书馆的两位先生，一位是 James English and Malena 的 Richardson。他们的演讲可以透过下面的网址观看，之后可以上传到共笔，大家可以看。那他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们做的事情叫做 Library Simplify，因为各个图书馆都使用电子书系统，然后电子书系统非常非常的难用。你一个使用者，你要介绍一本书，你可能要经过10个步骤，包括借书证怎么跟怎么登入、怎么申请账号、下载 App、决定书籍，然后下载这本书，读完了之后它再消失，要花非常多的时间，而且不止一个系统，所以非常非常麻烦。所以他们希望能够简化整个图书馆的流程，让读者能够导书、借书、读3个步骤，同时他也希望他能够解放掉一些东西。他们举了一个案例，获得了整个场上最大的嘘声。案例是这样子哦，你知道吗？当你从公共图书馆电子书借阅系统借了一本《爱丽丝梦游仙境》，图书馆的处理从税金里头拨一本书的钱给 OverDrive，OverDrive 是美国最大的图书馆电子书供应商，占90%以上的市场，比亚马逊还大。然后OverDrive 再把钱分给提供这本书的出版社，下面人就觉得非常非常不可思议，为什么我要用我的税金去付《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借阅成本？那他们做这个计划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我除了使用平台商提供的平台以外，我也可以自己提供一些公共领域的馆藏。那怎么提供呢？他们所想到的就是从古腾堡计划里头去借内容过来。但是古腾堡计划成立的非常非常早，它上面有5万笔资料，5万部作品，有各种语言的作品。那他们都有很好的文字，但是这个文字并不能直接做成电子书来使用。它如果说它要符合馆藏需求，第一件事情它需要有样式跟设计，至少标题是标题，段落是段落，该强调的地方要强调。但是呢，古腾堡计划是1970年成立的，那个时候只有纯文字档案。到后面有格式的文字档案，例如说 Rich Text Format RTF 档，它大概也是到了1979、80年代才有了这样的格式，而且它是微软的私有格式。那 CSS 呢，是20年前，1996年才正式被提出来的一个格式。所以他们就试着找出一些书的共通样貌，然后做出一个 good enough 够好的样式的，套到这些文字结构上面产出电子书。但是如果说它要进入馆藏的话，它就更需要一些 metadata，比如说书名、作者、什么时候出版，然后还有它的关键字、它的分类，还有它的 meta description，这本书内容在讲什么，以至于说在读者在馆藏搜寻的时候能够很精准的找到这本内容。然后他们就很努力的去生出这些资料，把它塞进去。然后同时间也可以避免掉我们要为了一本《爱丽丝梦游仙境》拿出我的税金去付钱的问题。然后同时他们也做出一个计划，使用一套 Python 的 script，跟甚至把它 porting 到 Objective-C 上头。你只要那个输入一个资料进去，它就会能够自动帮你生出一个
足够好的封面用在每一本图书上头。对，各位可以看到它的 report 非常有意思，就它上面它就是使用这些几何图案去自动制造出这个封面出来。啊，回到台湾，我们有相同的状况，而且还蛮严重的。例如说，这是林网的网页，林网是台湾算是两大图书馆提供电子书的图书电子书的公司。那我们看到，这是一本师大出版中心出的二十五史，他们有出二十五史，《三国演义》是其中一本，他们定价450。那你知道这个图书馆会怎么买它吗？图书馆会先用定价三倍的价钱购买，然后再把一半分给出版社，一半分给这家公司。意思就是我们用最新去买公共领域的书。想想看，如果说二十五史每一本各每一史各两册，每册500元，就要付出25000元，然后三倍就是75000。75000是大拿，是大拿一半，光拿一半。我们最近用到这里就是很夸张的一件事。然后最近也留在推他们的云端书库，每一本12块，鲁迅的狂人日记，9块钱给出版社，3块钱给3块钱会给远流。这件事情实际上跟你花你的税金去读《爱丽丝梦游仙境》是一样的状况。我在想，就想说，我们有没有办法停止透过公共领域的寻租状况，让它终止，让公共领域的作品回到公共？那我们提一下古腾堡计划跟它产生的价值哦。古腾堡计划是 Michael Hart 创立最早的线上开放图书馆，在一个还没有 PC 还大型主机的时代，他就觉得我们应该用纯文字来把这些公共领域，就是作者死后过50年，依照各自世界的著作权法不同，可能要长达70年，这些作品能够把它由志工打字上传，透过一套校对机制把它典藏起来。那后来随着技术进步，还有人会把它转换成各式各样的档案，像是 EPUB 档案，或者是 Kindle 可以使用的 MOBI。 那因为是集中产生的内容，所以这些内容可以自由的使用哦。然后在开放的基础下，就会很有机的产出各种有价值，包括产值的东西。例如说，在那个 Amazon 上头，你会看到有多少版本的《理性与感情》跟《傲慢与偏见》。你首先你会看到一个就跟古腾堡上的一模一样的文字档，它是免费的。然后有人会朗读，为它加上有声书版本，还有言情改编版，然后还有人会为它加上自己的插画。甚至有人就想说，我一定要做教科书啊！电子书的功能可以加上印刷页数，就是你左边人拿着一本那个企鹅出的书，然后你拿着电子书，两边是可以互相对照的。那当然就是还二次创作，例如说这个女性与感性与海怪，各位有没有看过《傲慢与偏见与僵尸》？对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状况，因为文本在那边，大家都可以取用，大家就可以在上面加上自己的创意，做出各种价值。然后同时间，也有一些秃鹰围绕在这个公共领域的书。各位知道吉川英治吗？有些高外一级，他写了《宫本武藏》《三国志》，日本的历史小说家。他好像是在前年过世满50年，他的作品进入公共领域。日本也有出版社很努力的，就拼命把那个作品的文字打出来，然后100块日币在上面卖，然后他就一下子卖得很好，然后。原来出这本书的叫讲谈社，他把书切成8本，一本300块，加起来叫2400元日币，当然输给他。结果讲谈社一怒之下，全部合成一集，800块，出版社掉了1本还不买。我们一下子就把一个需要很高的价格才能跨进去的一本数位的内容，变成降到一个大家都可以负担的价格。后来清空文库，把三国志全部开放出来，真的可以免费获得。当然你会觉得说，作者死后50年，然后但是他作品还是在卖，我们是不是抢掉他的利益，让公共领域的东西 open 出来？事实上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今天作者30岁写了这部作品，他70岁才死，然后东西已经卖了40年，他死后又保护50年，过了90年，他的作品都还在卖。你可以问他的曾院长说，你怎么过活？我靠我爸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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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在版税过活，这个不合理嘛？就是你靠自在钱的那个智慧财产多赚多钱，就好像不太独立嘛。对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还是。就是 open 出来是有它的理由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衍生服务叫做 LibriVox。LibriVox 是那个 Hugh McGregor 在2015年构思出来的想法。他怎么能做有声书的
古登堡计划，然后大家就可以选择公共领域的作品朗读上传，并且以 public domain， 也就所谓的 creative commons 创用零的方式释出来，让大家都能够取得。我去年我有协助台湾图书馆，国立台湾图书馆就在中和的那个八二三炮台纪念公园里头，那他们有一个过去的一个视障中心，现在变成无障碍中心，他们就非常非常需要这些档案。那如果你创造一个开放的环境，让大家去做这件事情，就可以进去。各位可以找 LibriVox 找中文书，上面有朱自清的作品，朱自清的《匆匆》是由台湾人住在台中的台湾人朗读的。只要你有平台，然后把这环境建构出来，就会有人愿意 contribute 内容。我觉得这些众层层的公共领域数位图书馆应该让应该开放的公共领域作品透过网络跟电子资料以无成本的方式让公众能够自由存取，它不只产生价值服务，也建构了商售书能够普及的基地。问题在于说，我在做电子书工作的时候常会讲一句话，能够做出电子书或是符合技术标准的制作工具非常非常的多，但真正麻烦的是我们的语言文字的需求能不能被满足。如果说我们今天要找一本德文、法文，或甚至只要使用 alphabet 的语言、拉丁语系的语言，不算困难，几乎都能够达到大概99.9%的正确性。但是中文书只要是99%，你会想到那100个字里头有一个错字，多可怕的事情吗？对啊，那我们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透过人力校对，然后重置样式，尤其是我们的排版比西文来说相对麻烦很多，所需要的人力非常非常的高。各位，让我举一个案例，日本的星空文库是怎么做的。这位是富田伦生，星空文库的创始者跟呼吁者。星空文库是他在1997年创立，迄今大概累积了13000部作品。这个作品不是book哦，它是 title。例如说一本短篇作品、短篇小说集头10篇，他就把它拆成10个 title， 分别归档到里头。那它是由志工协力输入文字，很少是使用 OCR， 就算使用 OCR 也会做到精密校对，然后由大概1000多个人的志工在20年内完成。那2013年富田伦生去世之后，才透过募资建立基金，开始把一些累积的没有人校对的作品请专业校对人士来处理。不同于古腾堡计划，新闻文库不只重视文字本身，它也重视 metadata 跟样式。例如说它会把data输入的时候，当时他们选为乙本的书的资料，那从哪家书店，什么时候出版，什么时候输入，什么时候校正，因为版本之间会有差别，他把这些资料都留得非常好，所以说它直接可以变成馆藏所使用。然后它在样式上面最早星空文库是使用一个私有格式，是一家美国的公司叫 Voyager， 他们有一个叫做 Expanded Book 的格式，它是一个私有的格式，跟那个微软的 RTF 一样，他觉得不应该让自由的内容使用不开放的格式来进行，所以他就决定使用 TXT 档案，然后他们自己创了一个叫做星空文库格式，就像这个样子，他会告诉你第一段落要说3个字，然后这边结束，然后什么地方，日文不是有那个卢比标音吗？然后就使用自己的方式去用文字注记的方式标在上头，因为所有的志工参与都非常熟悉这一套，加上还有校对，所以他们就有非常非常完整包含样式的文字档，以至于说他们后面透过技术进步，他们可以直接转换成非常非常好的文档来做使用。但是相对之下，因为他还要一次校对、2次校对、手工输入，他要付出非常非常多的行政成本，包括我今天我打完字之后，他要每一盒下一个谁校对这篇稿件，然后要把底本寄过去给他，或要请他找底本，然后他花非常非常多的力气在这个上头。但是他对于他的整个国家的资讯跟文字体系做了非常大的贡献。例如说日本使用 JIS 文字编码，他们在修正的时候就请星空文库去搜寻有哪些文字是不在我们现在日文编码内，我们需要造字，或者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它的那个异体或变体字，然后他们大概提供了2000多个文字到 JIS 编码，后来都进了 Unicode 里头，然后这1万多部作品在日本2010年
推动 EPUB 格式了之后，成为他们电子书的基石。2012年，日本 Kindle 跟 iBook Store 这些电子书店开业之后，文字书不含漫画，只有4万本，其中2万多本是从过去十几年的遗产中转换过来的。然后清空文库作为他们的一个数位作品的开放的文档，自由提供，你要卖，你要免费无所谓，通通拿走。然后就这1/3的公共版权作品，就变成他们整个产业基石。也有一些很有趣的状况吧，例如说，清空文库有一个贡献者做的网页叫做死亡作家协会，叫 Dead Writer Society。它上面会记录每一个有名作家什么时候死的，然后那个什么时候他们的作品就要进公共领域。例如说，今年1月1号，2016年1月1号，有2个大作家，一个叫做江户川乱步，另外一个叫做已经开放了，一个叫古奇润一郎。然后他们就赶快啊，大家快把那作品做好啊，全部来打字，1月1号就让它开放出来啊。的确是这样子。然后出版社他们也知道，纯文本一定是被清空文库会被开放出来，所以他们就很努力的做创作。例如说像那个中央公论，他们就以古奇的作品请漫画家来画成漫画，一共出了12篇，然后在今年开始跟着发表。然后今年为什么古奇作品这么多，江户川乱步应该也会跟着出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同时清空文库也反对 DDP 延长著作权，因为著作权如果延伸到从50年延长到70年，就代表有一些作家他可能默默无名，但他作品一定有些人喜欢，但是他作品已经绝版了，市面上买不到。那像这样子的人，他当然他的一致是会希望他作品让更多人看到，你一下延长了20年，就等于说他作品彻底死亡，没有人再去接触到这部作品，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说对清空文库来说，他不想跟作家争利，他反而希望能够确保著作权上面的公共性，让大家能够接触到这些内容。中文是不是也需要相同的开放图书馆啊？这里讲的是繁体中文，因为在大陆，在一个人民非常多的国家，要做到 crowdsourcing 就集中去做这些事情非常非常多。大陆这些书档，你要找到文字集中打成的文字档，相信应该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就不论它。相较之下，是我们能不能保持一个属于繁体字的数位图书馆？我们就针对港台来讲，为什么会需要这样的开放功能，也是个开放的问题哦。但是我会举一些例子 ，iBook 过去想要在台湾开店，但是开不起来，那他们就很努力的从古城堡计划上面找一些那个他们一个 domain 的作品先来做一个基底，但他们做了一件蠢事，他们把那个不管简体繁体，他们把它通通捞下来做成这些书，然后就认为说他们内建的简体繁就可以处理一切，最后就变成吕布的布多的一个人字旁，然后三国演义上面上架之后，就因为这样子被骂到下架。对，就是他们完全不在，他们完全不晓得到底简短繁有什么具体的地方所在，我们没有办法提供，他就只能从他知道的地方去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而且抓来抓去，永远就是那几本，什么《金瓶梅》啊、《菜根谭》啊，然后一看这些历史啊，都是非常非常旧的书。各位知道胡适已经早就进入公共领域了吗？然后你知道大陆那边出胡适的书比我们这边出的还多吗？我们永远看就是40字书跟那个什么来着，忘了，反正。我们但是你看，发现大陆非常非常的多。然后你知道今年他们还集结出什么吗？我今年是文化大革命50年，文化大革命逼死了很多名作家跟翻译家。各位有没有听过傅雷？各位有没有听过老舍？欢迎大家读他们的书，因为他们从今年的12月31日之后，他们作品进入公共领域了。好，另外一个问题是。有一个东西是让所有做电子书生意人非常痛，就是一个在美国的学者自己家的网站叫好读，它上面真的聚集了非常非常多的资工，但是几乎你看到的书全部都有侵犯著作权。为什么东野圭吾会在上头啊？而且可以让大家看，东野圭吾他在日本完全不授权电子书，他的授权台湾跟大陆，为什么？因为他说反正你们都盗嘛，你们都盗版我的书嘛，那我就授权给你们，能回收点就回收一点。
我们讲说不对啊，我们台湾人那么守法，我们当然没有到啊。不对啊，他是跟台湾100多人从头啊，然后站在美国啊，所有的著作权官司绝对不会跨海去告诉，因为一个很难告，第二个告了之后，你就算告赢了，你也拿不回多少钱，你的律师费还得他交，就这边一个灰色地带。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做相同的事情，找相同的志工，但是我们不要做那么黑，我们能不能做一个纯白的、干干净净的？那我们只要做到我们的文化目的就好了，我们不需要去做到这样的事情。另外一个大问题，我们的确有一个很理想的计划，叫百年签书。在民国100年的时候，他们选出了1000本书的书单，其中做了一些书在公共领域。然后我当时我很期待说，它可以变成台湾的古城堡，台湾的星空文库。那最后它变成某个公司的资产，他们做了大概20几本的那个公共领域的电子书，现在好像一本要几十块，变成一个资产。那这种事情其实一旦发生，不好意思，在座有文化部的长官嘛，文化部每年都拿出不少钱去补助电子书，但是一定会有人开出一堆公共领域的书的书目，然后去申请这个费用，然后这些做出来的书呢，它并没有变成一个让大家能够在网络上面自由存取，而是变成一家公司的资产，然后定价在每个平台上面贩卖。拜托，这种事情一再重复，一再重复，我们不要再让它发生下去。我们可不可以需要一个像星空文库或者是古城堡计划一样的东西，让大家在既有的文本上面，你可以加注释，你可以加上简单版，你再加上跨越时代版的重写，但是不要用 as is 的文字重复的去进行。而且，各位知道邦富吗？朱邦富最近在澳门潜心修养，然后拿着香港某个企业给他的资金，他要做这些开放文学的网站。然后你就看到很奇怪，为什么开放文学网站的内容会变成某政府文化部补助某家公司的电子书作品？好，我们就不多说了。总而言之，让我们结束这样子的状况。目前联合报最近联合报有一篇叫做《高中历史课3到5遍国文课》，各位有没有看过这一篇？里头这是高光老师讲的，开头有一句讲得非常有趣，3C 产品当道，文史出版社和书店书街吹起熄灯号，低头族陪唱的，或许不只是视力吧。问题是各位都有手机嘛，各位都有电脑嘛，各位都是资讯中人嘛，你觉得这个世界可能回头吗？可能回到那个状况吗？我公司就在重庆南路，每天下去看，它现在都是旅馆，而且没有什么人，书店都消失了。但你相信大家会回去买书吗？我觉得在资讯时代不可能要去。不要去想要做西西弗斯的神话，把那个石头推上去。如果你希望回到那个时代，我就希望爆发世界大战，然后大家使用电磁脉冲兵器炸过来炸过去，毁掉所有网络，毁掉所有储存，一瞬间，我相信出版社都发了。但是不可能嘛。好，那我们可不可以？我们没有办法取决掉每个人手上的电脑跟装置。那面对这样子的环境，可不可以像这位老师，大家可不可以试着？不好意思，我可能会超时哈。可不可以用空闲时间输入校对，让学生或他们觉得这些不看书的人能够在线上或自己各种方式接触到这些数位内容？怎么做？我觉得两件事情永远不晚。古城堡计划1979年比我还老，星空文库20年也非常非常久。但是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不急的，那我们可以慢慢来，这是长期计划，我们能不能众志成城把它做出来？然后，我们可不可以化整为零来做这件事情？我在2012年，我见过富田伦生，就是星空文库的创办者2次，然后他就死了，对，他真的就死了。然后后来我到他追悼会上，我才知道一件事情，我看到他都病恹恹的。因为他在20年来，他一直肝不好。他一开始他会接触到电子书，原因是因为他在做记者的工作，然后突然间爆发C型肝炎，然后完全不能上班，身体非常非常差。然后他自己有写几本书，也都绝版的。然后碰到这个摩亚这家公司，他就用这个工具把自己的书做出来。然后慢慢的，他觉得我们应该要做一个数位图书馆，然后他就投入自己的生命去做这件事。然后从 C 肝治疗好了，转化成肝癌，然后换肝，他20年时间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去，完全投入到这个计划里头，我觉得我做不到。
所以说我不会成为那个没有人，但是我希望我能够化整为零，让大家都能够参与团长的计划。星空文库很花力气，他们写了非常非常多的文件，让所有能够进来的人了解著作权是什么，我们要怎么进行，有很大的像行政成本要做。那古城堡计划反过来，古城堡计划有个校对工具，它会把原书的扫描页跟有已经有人输入的文字，可以去一页一页的看，看它是不是有打错的地方或者辨识错误的地方。那这些20年、30年的老的脸庞工具，我们可不可以把它用现代技术，用一个更分散性的、失力最小的方式，让大家一起来做？我想象的方式大概是像这样子啊、哦，有些人可以捐助一本，就是这本书它要用哪一本出版品来把它打成文字，我们可以把这些书送到一个地方集中管理，然后有人能够把它裁断，然后用快速高扫描机把它扫描成图档，然后有人能够把它移到章节或者是篇章，把它对图档分类，然后把它放在网络上面，就像刚才那个古城堡校对界面一样，你可以认真的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或者是你从网络上面找已经有人打好的文字贴上来来校对，因为毕竟这个东西就是他们的一个 domain 的，他不，你去copy那文字不会犯任何权利问题。我们把文字生出来，然后进行校对，甚至如果说能够做多一点，我们确定样式，把这些书想办法能够生出来。甚至我觉得我们可以用游戏化的方式让大家来参与，能不能作为大学生的公共服务时数，能不能比公务人员的终身学习时数，企业或个人能不能捐钱来制书，冠名赞助这些书。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很多方法可以来促使大家参与这件事情。这两个不那么实际一点，就只是刚像例如说像那位老师，他可能每天只要花10分钟，一个礼拜各花一个礼拜每天花10分钟，他可能一个礼拜就可以完成一篇短篇小说。然后我们从短篇小说开始，让这些东西被做出来，然后它能够被大家自由的取用。你要再次创作，你要卖什么东西都无所谓，但是它是 open 的，然后大家都可以接受，大家都可以读得到，连上线就可以找到它。然后问题就讲说，我们做出这样的线上图书馆又有什么效果？有人觉得没有人会去读那些书，例如说你不想再去读三国演义，你不想去读三国志，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情，人跟书偶然相遇的机会，一些人跟书相遇永远都是偶然的，然后它应该在网络上面被发生。例如说大家都在骂网络上面的垃圾内容非常多，现在的内容农场非常的可怕，但是有谁会回去看书？不是我们不看书，是因为书这个东西已经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但是如果它是数位化的文字，或者它是电子书呢，我相信一个接触到的人应该就会非常非常的多。举个案例，就像是可能政治不正确哦，例如说你是生理男异性恋，我在交大读书，然后我找不到女朋友，为什么？因为没有学校有没有女性嘛，大概就是这种感觉。那同样，我今天我在那个网络上面看都是一堆垃圾内容，为什么大家不去读书，不去读这些经典作品？因为你找不到嘛，就算找到你要付钱嘛，你要付钱，我今天我是高中生，你要我哪里查伸出信用卡可以去那个去买一本电子书啊？不可能，这种机会越来越少，那我们应该让它 open 出来，大家都可以接受，都可以遇到它。不填人生跳入去开始创造星空文库的契机是，他跟他一个朋友叫一个口音斯。他说有一天可能会有谁建立一个电子图书馆吧，然后那朋友讲说，哎，要讲个大概这种话好不好，拜托不要讲大概这种话好不好，然后他就承认那个大概会有人，他觉得对，可能有谁，但是好吧，那就是我吧，然后就成为那个大概会有人，然后把自己的生命投注在上头啊，能不能让所有人都成为那个大概会有人，大家都可以做一点一点事情，花一点点时间把这个属于我们最习惯的语言，繁体中文或正体中文或传统中文，我们能够让这些开放 open 的作品，让大家都能够被建制出来，然后大家都能够取用。好，谢谢各位。谢谢董读新的分享哈。
那在Q&A 之前呢，先跟大家讲两件事情，就是，第一个呢是今天中午的用餐呢会是有铁制便当盒的午餐，那个便当盒呢，请各位要回收，不要带回家，这点应该是最重要的事情的。好，然后素食便当呢在服务台可以领取。然后因为我们这个都有分三个 check， 然后有 R0、R1、R2。那各位其他没有办法听到的呢，除了线上有那个影音回放之外，另外还有共笔，所以在那个维基上面都可以找到每一场的共笔，就有人很辛苦的把它整理成文字。然后明天早上各位如果要来的话呢，还要再重新报到一次。好，那针对那个董经理分享，各位有没有什么意见或者是要询问的地方？是，请说。我这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例子，我觉得非常的有利。所以问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台湾有没有一个类似像日本刚刚讲那个 Dead Right Society 那样子？我们有没有一个已经告诉我们哪一些作家或哪一些作品已经是进入公共领域了？我事实上我在我创业的时候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在维基百科上面有一个1919年逝世的一个条目，你只要去下讲话，你就看到。不管是国内外作者，上面都写得非常非常清楚，但是你肯定要梳理一下。那我事实上，我们之前有做一个实验性的计划，叫开放文库，我们就开始从死掉的作家这件事情才开始着手，把那个名单列出来，作品列出来，甚至说有些时候你找的是翻译家，像鲁迅就翻译了很多日文作品，然后还有很多的是那个旧俄文学，那个东西应该是没有人会有这力气再翻过一次了。那这些东西我们都试着想办法把它挖出来，但是。问题还是很明确，我自己做过了那个郁达夫的沉沦，我叫过一次，然后我发现要一个人叫掉，短时间叫掉一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把它分散，让大家都能够contribute来做这件事。那维基百科上面应该已经有非常好的这些资料。好，谢谢。我想请问董先生，既然您就是有志在这个领域，我可不可以请问，您对目前可能网络上已经看得到的一些文库，比如说像维基文库，它有一些中文的，公共领域的书已经变成电子档。那如果是要，显然这个有一些不够好的地方，所以你才会想说再有一个繁体中文的电子书，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对，就例如维基文库这种。的良友怎么看待？那第二个问题是，可能是现在或是以后会有的中文电子书的问题，就是说，每一本书都会有一个好几个版本，这种事情在就是说古籍，或是说不一定是古籍，甚至比较近期的，像这种战国小说，或者像《红楼梦》这种，变成一个学问。甚至包括后来的作家都会有这个问题。那这对一般的民众就是对读者来说，可能有要挑什么哪一个版本，要看哪一个版本的问题。那另外它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版本和教授的价值在。那是不是说，如果说假设有一天中文电子书变成一个很繁荣的社群活动的时候，那能不能可能？因为我们是电子形式的书，所以在版本教授上会有一些可能新的发展，借此反而会影响一种大家在电子媒体上的阅读习惯。我完全赞同我们可以使用维基的文库，但是问题是我们刚才在跟上班讨论，就讲说维基的语法不是这么能够让人接受。那维基要进入的门槛，其实对一般人来说还是有点高。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个门槛再降低？透过现在新的科技能够做到一些东西，再让它能够每个人都可以去参与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像是那个目前有一个中国哲学电子哲学书电子化计划，那它就在开始做版本比较跟那个对应的状况。那个东西我觉得全部都叫做价值，叫做 value add， 它加的不只是产值，它发的就是价值。那像这种东西它就可以做一个研究考证的使用。那维基我现在觉得有点不足，就是维基虽然说它现在是可以输出 EPUB 档案，但是 EPUB 里头并没有符合中文的样式，那我们要想说如何让它能够再被利用。那如果说能够，例如说我自己想法是觉得我们能用 Markdown
做输入，然后转成为记忆语法，然后能够强化，然后最后生出 XHTML， 然后就可以做出一套的编程书。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只要开始有几本书存在，然后大家觉得有这个必要，然后其实我觉得最应该做这件事情的是什么？老师、图书馆员，就大家对这东西是有爱的，然后希望让大家让他能够让更多人能够看到，就大家应该跟你投入去做这件事情。对，那当然有这些内容之后，我觉得它会自然的发生各式各样的应用跟价值。但是我完全不敢保证有任何状况，但至少我看到那个理性与感性与僵持跟傲慢与偏见与海怪，我是把海怪跟僵持搞错。好，不然好，大家知道是这样子，我们拿给你们，谢谢。好，那个我们因为有午餐时间，上班如果要回复的话，尽量简短好不好？我刚好讲太长了。我想要补充的是，其实台湾还维基文库在其他语言上面是有更完整的校对工具，还有就是各式各样的编辑规范的。那这部分就是很抱歉，台湾的维基的分会还没有做到那么强，就是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志工来参与。那如果大家有心，非常期待。对，好，欢迎大家参加。对，谢谢。好，再一位好不好？还有没有？没有，我们好，后面这一位。对，是。谢谢到。就是我自己以前学生时代也做过一些管理员，然后看过维基百科编辑跟文库的使用。那我会觉得说，其实。我觉得最大差别是在于维基百科跟文库使用机制，很大机制在于回馈机，只是说像刚讲用文库编辑，如果他没有办法说使用者 key 进去，然后这东西可以回馈到一个使用者，比如说他平常可以阅读，或者是他可以上面找到一个他需要的书籍的时候，其实那个连续性就会变得很多，就是变成说其实去踢，就是说反而是像百科，其实它很大都是因为回馈机制，你很容易在 Google 上面就直接找到你要的资料，所以大家会去更熟悉它是什么。所以我就觉得说，在讨论的时候是不是需要的是这个文库的机制有没有办法去扩大回馈，无论是在课堂上，无论是在个人的阅读使用，甚至进到一个像纯文学或者是文青的领域，他会去使用这个东西来阅读，而不是只是纯粹用纸本去阅读的时候，我觉得它才会变成一个其实会有一个长期有效的或者是有循环的机制啊。谢谢。因为我觉得内容就是 good enough，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来讲，我没有办法找到如何去 motivate 让大家产生动机愿意参与。那也同时要想说，到底这个大家愿意参与是不是有技术门槛的问题？对，例如说维基的语法，这个刚才我们也讨论过，那应该也是一个门槛。那我想现在我们可以试着去hack 一些东西，让这个东西让大家好像一看就知道该怎么使用。我希望能够，如果技术上能够达成，我们就这样做。不好意思，今天超时，也谢谢翻译。也谢谢翻译，因为那个我虽然提供英文稿，但是我几乎都是那个脱稿演。